案节目《意境厨神》秋冬盛宴，除了有黎诺毅之外，戴祖仪、黄霆锋也参与拍摄。两位继合作节目《长命不老》之后再合作，当然有默契。自认厨艺一般的周毅和霆锋，这次主要是负责吃。我们就是吃就可以了。你们不用煮吗？我们不用。不用啊。为什么？为了大家的生命着想，我们当然不用煮了。对，我们是来享受的，enjoy the show。对，我们负责搞破坏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目就是三分钟的，他们要在三分钟里面要弄好一个菜，所以我们就要搞破坏，就是说跟他们聊一下天啊。不过重点是我们搞完破坏之后自己要吃，对，就是把删的还是收的，我们都要吃，都要吃，对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小心一点，对，就为了节目，为了大家有好看的节目，我们豁出去了。对，所以你们的肠胃其实好还是不好的呢？这个礼拜很好，下一个礼拜我不知道。自己不会下厨没关系。男女朋友会煮就可以了。最近澄清搭上富二代的周毅，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单身，但就表示很希望将来的另一半会下厨。如果将来有另一半的话，我希望对另一半，对啊，希望另一半会煮东西给我吃。不过那个人还不存在，哎呀，我单身。女生会下厨会不会特别的加分？我觉得加很多分啊，加很多分。对，因为。如果你旁边的人他可以煮的，你可以很放心，你不用担心我今天要吃什么，他已经弄好所有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加很多分。